太古一带是私楼集中地，各式大小盘源都有，不过尺价硬净，预算未必人人可以负担。不过只要行过两步，鲗鱼涌私楼有不少优质盘可以选择。今次介绍盘源新威源，位于鲗鱼涌英皇道989至991号，屋苑由六座住宅楼宇组成，合共提供828个单位。新威源虽然楼龄不算新，但是做过两次保养，2017年完成大型维修，买家入货不用担心要额外俾一笔维修费。单位以三房为主，实用面积500至600尺左右，单位全部不设窗台，实用率达84%。虽然坐落英皇道，但是部分内园景环境清幽，黄中带静。新威源可以去附近的市政大厦买餸应付日常所需，同时有体育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供住户消闲。如果要去大型超市和购物商场，太古城一带可以满足住户需求。想吃特色美食，鲗鱼涌商铺林立，想点价都得啦。新威源邻近鲗鱼涌港铁站，行5分钟就到。而落英皇道巴士线特别多，途经港九各处的路线差不多有成30条过海巴士线，无论红隧、东隧以及西隧都可以选择。去机场除了机铁，亦都有机场巴士搭。新威源属于14小学校网，香港加乐萨学校、北角循道学校、北角官立小学、湖光小学都是区内家长热门之选。而东区中学校网就有30间中学，当中有8间是英中，例如卑利罗士女子中学、张竹山中学、加乐萨书院、港岛民生书院等等，都是传统名校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